二哥呀，我听说东港五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呀，能拍大船，我想去拍呀。你要到那个东港五街看大船呐？那不用啊，到我家来就行啊。在这儿吃海鲜，还能看大船，一目了然。来吧，过来吧。丰盛的午餐准备好啦，大螃蟹。凉菜，哎呀，今天还有鲍鱼啊！拼盘儿，熟食拼盘儿，手撕鸡、大黄蚬子、海螺、嘎巴虾、大鱼啊，干锅鱼，干锅鱼更好吃，排骨、泸沽虾。今天阳光明媚，你看看今天的海德莲，今天海特别好，看得特别清楚，因为今天是晴天。手脖子那个是？丹东大黄蚬，这个已经太肥了，这海蛎子好肥呀、啊。嗯，鲍鱼、螺片儿，这还有个海参呢，捞饭。螃蟹无敌肥，吃海鲜，看大海，拍大船，在家里拍大船，大船来啦。啊，你看那两个游艇撵那大船呢。德林，啊，看不看见大船？看着了。漂亮吗？漂亮漂亮。今天带你们看东港的海景房，漂亮的海景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喝没喝？没喝，喝茶水。大连王，你没拉你一下吗？要不这一路花的错了，从外边。我这一路是扒你。那个花的，那是花的。像在自己家一样。嗯，对啊。你现在在干啥？我现在整点茶喝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茶叶。什么茶？哎，这玩意儿还真太。全是好茶。在家里给你们拍三山岛，大连的三山岛，在咱家能看着两个岛，前面两个岛，放大一下，大连三山岛的两个岛，然后这边就是无尽的大海。啊，走下边啊，走下边走。看星星啦，还是晚上的7点钟，不到7点钟，6:40，看星星了。哎，那是不是星星二嫂？那个是一个飞机，应该是飞机，